我是 Coco， 又到了秋高气爽，大家每个周末找地方玩的时候了。那什么地方距离蒙特利尔不太远，又适合带着小朋友们一起亲子出游的呢？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很漂亮的鸢尾花的造型，这里呢是一个植物园，它的名字叫做 Maria Victor Hall。 那说到植物园，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蒙特利尔市区那个很著名的植物园，但其实在魁北克的这个叫做 Kingsey Falls 的地方呢，也有一个很著名的植物园。这里呢距离蒙特利尔大概2小时车程左右。那这个植物园呢非常的大，它里面呢有10000多种的栽培的植物，每年的访客有40000多名，而且还有60000多种的这个一年生的植物，非常的漂亮。那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来逛一下，走。从这个园区的正门进来呢，首先到的是一个服务中心，在这里呢你可以，如果是网上买好票的话呢，你可以在这里验票。然后这个二楼呢是一个小小的餐吧，如果觉得有点饿的话，可以到上面稍事休息。然后从楼下进来呢，这里就可以开始逛园区了。在这个小小的这个中心区域呢，旁边的指示牌四通八达，你可以根据这个指示牌先去你想去的这个园区。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是不是特别好玩？这个呢就是一个园丁的这个形象，戴着草帽，手里拿着花，还有拿着这个锄头，这个据说就是这里的这个园丁守护神了。这个是大家可以看他这个衣服啊、裤子啊，还有这个整个脸全身都是用这个植物来做成的，非常的好玩。这个 Maria Victor Hall 这个植物园呢其实挺大的，它一共分为6大主题区域。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巨人之路，大家看我身后这个巨大的植物人，名副其实的植物人，它身上呢有8000多株这个植物，而且这些植物都是每年重新种植的。这个人啊其实他就叫做 Maria Victor Hall， 这个植物园呢就是为了纪念他而命名的。在这个巨人之路上呢，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植物鸟吧，跟这个巨人遥相呼应。大家看一下，它就是大西洋海鹰。大家看这个，差不多有3-4米高啊，然后它嘴巴上呢，居然还叼着这个小鱼，做得非常的惟妙惟肖。这个巨人之路出来啊，沿着这个小路，先是经过了一片湿地公园，然后就来到了我觉得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昆虫园。这个昆虫园呢，你沿着这个小路走，时不时就会被吓一跳，因为突然你会发现一个蜻蜓啊，一个青蛙啊，还有像我身后这个巨大的这个蜜蜂。大家看我身后这个蜻蜓啊，做的可以说是细节非常的到位，可惜我们来的不是时候。在夏天的时候呢，植物都在花都在盛开的时候啊，大家看它这个眼睛啊，这个身体啊，各个部分都有不同的这个花的品种，所以如果走到这儿看到这个的话，会觉得特别的惊艳。那可惜现在呢只有这个样子，夏天的时候我们再来一次。走到这儿被吓了一跳，我以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蜂巢，那其实呢它是也是人造的，是用这个木屑的这个片啊围起来巨大的，好像一个松果，又好像一个蜂巢。走过来呢要穿过一个栅栏，然后走上一段路才能到，但到了这儿之后呢，远远的就可以听到这个气势磅礴的声音。大家看我身后这个瀑布，这个瀑布啊也是 Kingsey Falls 这个地方的标志之一。
那魁北克的瀑布呢，可以说是不是非常的多见，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很有特色的。好啦，整个植物园已经逛完了，一圈下来呢大概需要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。如果到了出口你意犹未尽的话呢，还可以到这个纪念品商店买一点像这个冰箱贴啊、手工皂啊，还有小植物等等做个纪念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我还是非常推荐的，不管是它距离这个蒙特利尔的路程也好，还有它整个园区里面的这个设施也好，都是很适合带孩子过来的，你有推车也不怕。但是唯一遗憾的是现在是秋天，到夏天的时候这个花草会更加的旺盛，而且呢还会有夜间的活动。如果你有更多的疑问呢，可以上他的这个官网进行查询。那么这期就到这儿了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